台风马修吹过途径的加勒比海国家已经作最坏打算，它有可能是今年最激烈和最大破坏范围的飓风。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地拉拿抗议，要求政府结束准许进口废物回收法律。据担心阿尔巴尼亚可能成为欧洲的垃圾场。哥伦比亚公投以些微差距否决寻求结束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长达半个世纪战斗的和平协议。红十字会和红新月国际联合会说，北韩今年发生洪灾，几百人丧生，达6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最少3万户家庭房屋被毁。